再来新闻就开始哦，来看这河滨市场，你的河兴路道路未平，真歹行。加上将近二十栋无停铺过路面的店啊，家民众出入真无方便，阁危险。透过里长地财钦向管理员萧文雄的团队来定情，萧议员积极争取到县政府一百外万的经费，重新铺设在店啊家的路面。完工了后，河滨将是真感谢。道路品质，民众拢真关心。河滨平原路转弯入面的河兴路，大约二十年拢无抛抛辟油，造成道路坎坎坷坷。居民向里长郑在清一再反映，透过管理员萧文雄顶面代表蔡家军的协助争取，近日总算完成改善。一二十年无空，啊，都拢嘛安尼，像讲安尼坎坎啊啊。啊！就大家安尼一直反映啊！啊！尾后，阮里长就来安尼来争取，互阮遮大家加足好行个。即届非常感谢吼，咱萧议员吼，因个服务团队啊，替咱争取即条经费吼百外万啊，来控即条 A 四路面啊，或者出入住户吼啊，大家真舒适、真安全安尼。萧议员回看时阵，看到路况真正真害，积极争取县府经费一百外万补助。完成了后，道路边境标线嘛，画设完成，方便民众使用。咱即摆车乌都摆足多哦啊，拄着即个路，尤其若像即落雨天，规条线内咧啊，我着紧啊向县府这边啊，紧来争取着咱即个百几万啊，即个经费吼啊，伫真短期间啊，着啊委托着咱。啊，公所啊，咱何必公所啊？赶紧来啦，这条来啊做整治啊，来做规划吼，啊都已经啊，这两天拢已经完成好啊，包括啊路边的顺嘛，拢画好啊，哦，做成一条足好，甲咱看到感觉真啊真有一个道路款啊的一条路，好啊，而且嘛真感谢咱啊地里长啦吼，啊对地方啊有伫咧关心啊，对地方啊有伫咧。啊，照顾吼，啊，当然，伊达阮要求的，吼，达阮政府，阮绝对会专业来配合安尼。民众拢真感谢李长甲管理员团队的用心争取，提升民众的生活品质，出入拢非常便利佮安全。大中华新闻，陈文清、何美采访报道。